昨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，这是在集市上看到的啊，叫鲟鱼。如果你也认识的话，就麻烦给个双击评论一下啊。这个不是野生的啊，养殖的啊。来，朋友们啊，看一下啊，看到没？小八爪卧沙了啊！你不看见它，不露出蛛丝马迹，你看不见它，看到没？我去，哎呦，双击啊，朋友们啊！哇！老铁啊，看这小蟹子啊，哇，夜晚在海边发现的啊，看这小眼神啊，非常溜啊，它这挖洞了啊，双击啊，双击666啊，哇，哇，一会儿挖成了啊，双击哦，还没双叶呢。